哎、欸，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这个这是女主人吧，这个女主角吧，克莉是不是？她的那个整个面看起来好像一张纸哦，你们总觉得，好像就是有那种以前那种纸娃娃系统那种感觉。哦，她这感觉 2D 做的有点，就是那种什么纸人的 2D 的那种感觉。好，不管了，先来那个选择难度是怎样？光明、黑暗、光明与黑暗，光明应该是简单吧？黑暗应该是普通，然后再一个噩梦是吧？好了，我们就来玩一个黑暗难度好了，好不好？嗯，没关系啦。S 号装备锁定，通关并获得 S 评分，终极长跑锁定在混沌模式啊。所以说这个锁起来的是叫混沌是不是？哎、欸，紫色裙子是我们现在可以使用的，奥数服装解锁隐藏结局，就会获得一个叫奥数。终极是在混沌通关 S 级评分，获得这一套 S 级的装备，干嘛？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只是比较好看而已吧。有没有看这套有点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那一种？啊，直接开始了，光明比较好，真假的？如果我真的都卡关狂死，我可能就玩光明，好不好？Happy birthday, sis！生日快乐，姐姐！Go on, Clea, make a wish. 哎，克莉，许个愿吧。我妈妈在哪儿？哎，她直接说我妈在哪许愿。The mistress is busy, Clea, but I know she'll make 女主人很忙，克莉。不过我想她会弥补你的。哦，原来这家伙不是她妈妈，我以为是哎，因为他们两个长得好像哦，衣服也穿一模一样。原来是女仆。怎么了？是哪家的野狗在那边？Did you hear that? 哎，听到了吗？You two stay here. I'll go check 我们两个待在这里，我去看怎么回事。嗯哼，我也以为后面是他妈妈。对啊，超像的，有没有？艾德，我们最好也走。But Florine told us to stay. 但是弗罗林叫我们待在这里。Chaos servant, I sense one nearby. 我能感觉到这附近有一个混沌仆役，这是混沌仆役啊。Suicide. I'm scared. It's scary. 跟紧我。我们得确保他们的安全。混沌仆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要来杀我们一家人这样子。好，嗯哼，哎，是什么？直接捡个蜡烛。哎，我把它按掉了。击退敌人，持续到离开这个房间。嗯哼，潜行啊，他做的还蛮精致的。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以前我在玩的那个叫什么噩梦什么的，然后他画面游戏画风整个都是黑白，噩梦长夜哦，还是梦梦长夜？蜡烛，使用魔法蜡烛保存进度，不需要吧？魔法蜡烛，就是这个吧？那我用了不就没了？刚开始就记录，有点太无聊了。开门啊，这躲起来是不是？现在几点？8点，刚好是我开台时间。这么刚好啊？哎，真的是我开台时间8点整哎、欸！你们吓人是不是？还是说这游戏是对你的电脑的标准时间？怎么那么邪门啊？艾德蒙提醒你的姐姐每天服药，如果她失控了，直接过来找我，懂吗？爸爸的留言啊，他告诉我弟弟是吗？哎、欸，我弟弟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了，艾德还是艾德蒙？艾德蒙是谁？亲爱的女儿，你要记住，发生这种事情不是你的错，我会和妈妈找到解决你的方法，我向你保证。这样会巨人化吗？只要一个紧张失控就巨人化这样子。恶夜长梦哦，哦对了，恶夜长梦。OK， 那是什么？我怎么听到声音了？捡到奇怪的钥匙。哇，这画风超级像，那这边有蜘蛛哎、欸。
这蜘蛛不会怎样哦。哇，我看不到这边的路了。我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来了。解决你的方法，双重人格，或许吧，就跟我们那个影片缩图有没有？感觉有双重人格的 feel。发生双重人格不是你的错。冲马桶，那我底下棒晒。冲马桶的声音会不会把鬼吸引过来？好像会耶。啊，这扇门怎么长这样？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什么声音？哎，咖喱老师哎！重新开始，又按错了。我听到了，听到了，躲一下，好像要走过来了。成就两分钟破解，这个游戏是不是可以很快就结束掉啊？如果你真的知道怎么玩的话。我要死吗？靠，这谁啊？哦，他好像往左边走了。哎，果然真的要叫我戴耳机耶！我听得好清楚，他开左边的门呢。听得非常清楚，果然戴耳机是对的。好像他好像在里面哦，看一下，不能用这个道具，不是这扇门哦。三，哎，有药水，为什么？这干嘛？我为什么他可以突然跑那么快啊？哦，这个可以看，我都忘记了。哦，我都忘记可以看隔对面了，不是对面啊，看门缝里啊。像这个门缝可以看吗？可以。门缝，门缝。好，拿一下药水。虽然我不知道药水是干嘛的。啊，你为什么不让我捡？用我的鹰眼透视啊，他可以躲床底下吗？不行。为什么他们脚步声这么大、啊？不知道啊。啊！为什么他每一个数字都有一个厕所？每个数字的门都有一个厕所啊！这里没东西。哎、欸，有蜡烛，还有一本书。主人坚持把这个混沌仆，那是念义是不是啊？仆役嘛，哦，没有讲错哦。混沌仆役留在实验室里面，难道他想获得他们的力量吗？或者他想要唤醒战争侍女？这个家庭令我毛骨悚然，但是他们给出的薪水还是令人满意，毕竟有钱能使鬼脱模。这个让人毛骨悚然啊！为了完成什么东西，不择手段让小孩陷入危险。哦吼，有一个空槽位的 L 型钥匙，我觉得它下面这个比较灰色的部分，应该还有其他地方要套，然后就会形成了一个超屌的钥匙，有没有？可恶，没得存档了。这间我好像也没来过。哦，找到钥匙了。银间。好像不需要躲藏。
哎，这算完成了吧？我们去看这个可以拿来开什么？开这扇门吧，我猜。冲杀、啊！完了，我死定了。还是说我那把钥匙搞错了、啊？原来在这里。好，这个蜡烛是干嘛的？先躲，我觉得他来了。全找齐了、啊。可是他只能塞两个，那这样子就说得通啦、啊。哎、欸，我装反了。那扇门不是这样拼的。这样子，好，我们可以去开那扇门了。这里有错吗？直接开了。哦，啊，就这样，全程不被看见并逃脱成功。嗯哼，100块。哎、欸，还有剧情哦、喔！ Ed, where'd you go? 艾德，你去哪了？哇，我以为结束了、欸。You. 你 Looks like you could use some help. 需要帮手吗？克利？ Maybe. 需要我帮手吗？ Not from you. 我说需要我帮忙吗？我不需要，这是另外一个我，另外一个存在。Mommy and Daddy aren't coming. 爸爸妈妈不会来了，你还能指望谁呢？Go on, partner. Hurry, take my hand. Oh! Swiss, hey. Ed, I'm okay. Swiss, those scars. 哇，我现在身上有那个巨人的纹路哎，巨人之力啊！ Don't worry about me. I'm more concerned about Florin. Where? Come on. 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子？我正在接受王之力吗？我开始要变身了哦。这上面是什么？阿拉伯数字日文跟一个好像印度语的东西。小蝌蚪。哼。该不会这边的王就不一，这不是这边的鬼就不一样了吧？我刚以为已经结束了、欸。结果还有哎、欸，挺意外的。没关系啊，可以继续玩，很好啊。亲爱的员工，本地区已发现混沌蜘蛛，如果有蜘蛛悄悄靠近你，请记得直接转身面对它，背对它只会死。哦，不要像昨天储藏室那两个白痴一样死掉。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储藏室有两个白痴死掉了。我们等下去储藏室看一下那两个白痴到底是谁，就是你，就是你，其中一个你，你是不是白痴？不是，所以说我们这一关要躲的是蜘蛛。啊？我们存第一个。还有什么？全程不能使用抽水马桶并成功逃脱。我本来就没有在用水，没差。全程不使用错误的开关并成功逃脱。何谓不使用？何谓什么开关逃脱？我先拍个照先哦。这个到时候拿来解谜用的。好，到时候再看。直播到现在都没看到他们姐姐表情有变化，他们表情就眼神死啊！所以说，刚刚那个蜘蛛到底是怎样弄到我们的？
在哪里啊？我刚刚看是他从右边跳过来耶，这样子哎，这绿色叶子是干嘛的？不能开。哎、欸，有一把钥匙在上面、欸，一朵花。这也不能开，通通都不能开。绿，我看到那个我们刚刚那扇门打不开的钥匙在这里了。这上面好像什么刷子，是不是？看，不是吧？鬼，那个鬼也在这。这是冲水马桶吗？星座。这是冲水马桶吗？这才是冲水马桶吧？哇、哦，这么大只哦！啊、这是什么？奇怪的钥匙。哦，他怎么变这样子？这奴仆怎么变这样子啊？你有玩过《无尽梦魇》？当然是有玩过啊。就有两只鬼在抓我，有蜡烛哎，这是冲水马桶嘛，对不对？是啊，啊，他不是蜘蛛吗？啊，蜘蛛不是说要眼睛对着他？哦，そうです。哎哎哎，干嘛干嘛？小淘气，听声音赶快赶快回旋啦、啊！干什么东西？干，妈的揍你嘞！吓我一跳，好可怕！哈哈哈哈。我们先姑且不管这个是干嘛的，母羊座，金牛吗？金牛座是不是？到底是？他每一扇门后面都会加这上面这一组密码，然后我们刚刚有这个二嘛，阿拉伯二嘛，那到底究竟顺序是怎么按呢？哎，我想应该是比照他每一扇门的由左至右吧，每一个走道的由左至右哈，要有对应到一个那个对应到他的那个顺序，我想是这样子啦。不然改玩人网哦、喔，没关系啦，继续玩啦。我看这游戏可以让我耗多久？看你，看你永保安康，永保安康，寿比南山，身体健康。嘿，连币券也不一样嘞、欸。回来了，刚刚又跑去忙了。好哦，辛苦你了，辛苦你了。而且还越来越暗了呢，这个吗？这个是第二层呢，猜错了，明明就是那个，这个是对的。What the？ 他妈这什么烂判定？我连光明都过不了啊！真假的？所以我现在玩这个简直是虐待我自己，是吧？怎么办？那我是不是
啊，我是不是该看清自己一下，玩个光明好了？因为我光这第二关我就玩的有点靠，干什么啦？连续两边，意不意外？老头喝水，我干嘛喝水？好啦，喝一下水好了。啊，你不是叫我喝这个水，是叫我喝游戏里面的水是不是？我还以为你这么的关心我。这个绝对不会是啊，这个还有可能好不好？这金虫，这个金虫还有可能啊，不是这个金虫吗？哦，我懂你的意思了，从由左至右啦，是不是？还要回来按哦？靠，这什么白痴标记啊？完全都不是啊！我敢打赌，今早我在画廊看到一只混沌一仆役，他是从实验室逃出来的。说真的，这个家庭真的吓坏我了，尤其是那个克莉，我从来没见过她笑，甚至我还需要在大厅里解决腹泻问题的时候，她连一笑都没有。主啊，我祈祷这篇日记永远不会被别人读到，我还是被我读到了。啊，实在是太棒了。我还在第三关，第三关更烦是不是？怎么办？我想弃坑了、欸。你看那白痴在笑我，啊哈！你看他超废的，啊、要不要学摔键盘德国 boy？ 他都长大了，还是比较好的，好不好？感谢。蜡烛啊，点一下蜡烛啊。追我啊！笑你不敢追我啊！我记得这个厕所没有东西啊，我就不来这间厕所了。你他妈追不过我啊！你被车神呢、欸？越来越多了。解开这白痴的啊，好爽啊！只掉一边的钥匙啊！我刚以为是两边钥匙都掉了、欸，我是不是进了 bug 了？从头到尾就在震呢、欸，而且蜘蛛是不是也不来了？哎、欸，这是 bug 哎、欸。从头到尾在震呢、欸，不知道在震三小哎、欸，不知道是我观察错误。第三关我好像捡了某个钥匙才被黑化，才被追的，真假的？哎呀，直接回到古堡哦，厉害了！哎、欸，那个蹦蹦蹦没了、欸。
等一下，这里他们听得到，真假的啊？这边不是第一关啊？可是那个是穿红色衣服的那个，不是第一关的网吗？干，这命中注定了，冲杀小啦！你像棒赛棒出来的声音吗？我好奇一下，应该是有办法把他引过来。哎，干你！我都想说刚刚怎么吓死人了，我刚才想说去用那个门缝偷窥，结果他刚好开门出去，形成了我看不见他，我切回来我看见他。我想说我为什么按 V， 然后看了一下门缝 ，What the fuck， 没有人啊！然后讲说那个门怎么瞬间灯亮一下，然后妈切回来靠边在我面前。好，稍微看一下。蜘蛛，你干什么啊？蜘蛛，中间是 H 吗？拍一下，稍微这样记一下就好了。哎，那这样子我是靠，别按错。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还要回去按那个开关啊？然后是这个，是不是？它有些蜘蛛真的是很快。掉重来就好了，这个啊，哦，开了，哇！保持警惕，这些怪物一定还在周围，全部都是女仆耶！他们简直是世界末日，他们居然逃出来了。搜查一下这层楼，弗罗林，我们会去楼下看看。这些女仆身穿的这个样子，然后呢，说要去处理那些鬼。幼女战记吗？原来她跟她是一伙的啊！出口在一楼，她为什么要包庇这些鬼啊？诶？啊！不要抓我，夫人不要。这个，哎，玩错了。这不能开道具栏呢，所以说没有办法知道他所需要的成就是什么。隐藏关，对吧？这是隐藏关卡吧？
这个墙壁要不要记一下？为什么他要包庇他啊？嗨，你好，你什么都没看到。护，护什么东西啊？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啊！等一世风格。这里什么都没有。哎哎！哦！去开门呐！他好像去开门了、哦，真乖真乖，去开门了，去开门了，没开门，没有开门，等一下，我感觉我要被包夹了。女仆跑步姿势有像凯剧这样子吗？走过去了，躲躲藏藏游戏。好，这边就是有点，这边就是真的有点靠北了。强制进入，哎、欸，没看到人。呼，冲啊！女仆只有三个嘛，对不对？好，我们要成功逃离这个地方了。Yo, safe. I'll come for you later tonight.今晚我会去找你，然后我们一起抓住那女孩，懂了吗？什么？原来是你密谋要抓小女孩？哪里可能？然后我把她给带过来，我暗中，这个女仆暗中在帮助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不知道是什么叫什么仆役的混沌仆役，啊，我是在帮我自己增加游戏难度吗 ？Forgive me, Clea.原谅我，克利，你是个可爱的孩子，但我的爱超越了一切。他的爱超越了一切，他爱谁，他要救谁。Florin, were you? 弗罗琳，这些都是你做的。为什么他一开门进来，他就知道所有事情发生的经过 ？Please understand, Clea. 都是因为你妈妈才会这么痛苦。I'm sorry. 我很抱歉，这都是我的错。完结了，隐藏结局篇。哭三小、喔，这是什么？选择一个升级当奖励。我突然，我觉得跑速比较好吧。我决定我要弄速度了。对，就是这样，速度才是一切。哭三小，不对啊！啊，这样子我没有存档，我要继续玩下去啊！哇塞，啊，过了，好险！啊？全程不使用魔法蜡烛并成功逃脱，允许进行存档。我没有使用蜡烛啊，我他说允许使用存档啊，我存档了。为什么第三个不成立啊？然后原来全程不使用抽水马桶，全程不使用抽水马桶也在隐藏关卡的范畴里，是不是？靠腰。
算了，我已经放弃解他妈这个成就了，怎么那么鸡巴啊？关卡他妈已经很难过了，你还给我那个，我跟你讲，我这绝对绝对给一个负评。又来了。Mommy and Daddy aren't coming. Give it up. 接受你的命运吧。Go away. I've got Ed by my side.Oh, but do you reall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说什么？ Looks like you could use. No, get away from me! 我要被追了。I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Ed, where'd you go? 艾德不见了。No. 只剩我一个人了。